刚认识不久就在晚上的时候邀约你出去喝一杯，现在还有一种黑话，下次一起吃早饭吧，千万不要去。 Hello， 我是八十线女艺人柔仔，好久不见呀。前段时间呢发了一个和男明星谈恋爱的教程视频，哎，看过的家人们请把看过打在公屏上，没看过的家人们呢可以去补一补啦。就是当时凡凡又换新嫂子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我呢就扒了一把网红到底是靠哪些渠道泡到男明星的。没想到这件事情还有后续。网红能通过某些渠道泡到男明星，这事儿不假，但有的时候啊，这渠道竟然是男明星亲手挖的。我真是低估了人类的底线。本来我仅仅认为凡凡是一个永远喜欢18岁天使女孩的天使男孩，我是真没想到他对18岁天使女孩的需求这么大，不仅要搞还要重叠时间线。我有猜到他会利用自己的名气去泡妹子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会以工作室牵新人 MV 找女主的名义去海量泡妹子，并且还有工作室的中间人帮他选妃。家人们，加拿大也有皇上吗？你懂得清吗？可以详细的给我解释一下吗？这话说，前有吴亦凡被曝新嫂，后有王思聪开撕小网，后有吴嫂子如雨后春笋般自爆，后有孙怡宁开麦反杀，一个是富可敌国的商业巨子，一个是帅绝海外的当红男星。同样的传统男人，同样的白幼瘦审美，同样的舔狗式撩妹，敲黑板。不管你是恋上大明星还是傍上富二代，恋爱前必听一课，99%的女孩都跌过跟头，娱乐圈老姐姐的实战经验，如何避免掉进舔狗式渣男的恋爱陷阱。舔狗型渣男顾名思义啊，就是有舔狗特质的渣男。家人们，舔狗是一个什么呀？哎，定语。渣男呢是事实，咱们拆解开来逐一解释啊。首先关键词舔狗，王思聪舔狗，咱们在此就不赘述了啊，不懂的请移步宁姐微博深度观看聊天记录。吴亦凡舔狗，发完文字发表情，发完表情发语音，你别睡了呀，你过来待一会儿呗。重复一句话，像一个复读机一样，一个痴情大暖男的形象跃然手机屏幕上。以为高冷男明星在你面前化身为卑微忠犬舔狗，那你就错啦。他这根本就是零成本泡妞。男人想的根本就不是啊，宝宝我好爱你我好想你，而是哼，我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？打字发表情发语音，仅仅付出微小的流量成本，一遍遍提出诉求，尽管用的是低三下四的语气，你来了我就赚了，你不来哎我也不吃亏。而反观女孩心里啊，凡凡事件中的某位受害者女孩这样写道，后来我就走了，结果第二天她还让我去酒店陪她，我就真的以为自己和男明星在一起了。我觉得妹妹能写下这样的话是很真诚很勇敢的，在十几岁的年纪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有误解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渣男恶意混淆约和恋爱的边界。但是我们女生呢，一定要懂得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擦亮双眼，拥有辨别渣男的能力。作为一个81线女演员，在我刚入行的时候，曾经也被一些导演啊、制片人啊、投资方啊私下邀约过。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我总结了一些小 tips 送给女生们，算是防渣攻略吧。刚认识不久就在晚上的时候邀约你出去喝一杯，那八九不离十就是邀约，千万不要去。现在还有一种黑话叫做下次一起吃早饭吧，也是邀约的意思，因为很少人能早起约饭呀，基本上就是一起睡过一觉之后早上在酒店吃早饭。如果他临时邀约，希望你一两个小时之后能出来一起吃饭呀、看电影啊，那基本上就是他提前和别人约过了，但是呢被放鸽子了，或者他精虫上脑临时起意想找一个妹子，然后在列表里面广撒网，你只是
其中的一个。如果啊，他口口声声说爱你，但是呢，除了打打嘴炮，什么都不付出，那多半呢，也是在钓鱼。不是虚荣啊，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这个男生是否是真心的。像凡凡这样的想你，但是让你去酒店找他啊，他在酒店里面舒舒服服的躺着，一个个漂亮妹子就送上门来，只因为一句想。我拳头都硬了，你们呢？无论他是大明星还是富二代，如果他在和你接触的过程中试图用零成本来泡你，不管是出于尊重自己还是利益互换，都快逃吧！因为一个不愿意为你付出的人，你永远也不可能在他身上捞到什么好处的。如果呢是为了满足所谓的虚荣心，那真的是大可不必。私下接触却永远不能公开，被他拿下，结果就是睡即甩，还不如咱们依林姐姐成了思聪心中永远的痛。如果你有这个本事，我支持你踩着渣男的尸体博流量。最近很多人都在骂孙依宁和都美竹开直播，但我想说就开，而且要把渣男的所作所为骂上一万次，只有女生强大起来，渣男才会有所忌惮，才会越来越少。我们所有女生联合起来好吗？觉得我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和一丝丝帮助的家人们，请给这期视频一键三连吧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，可以聊一聊你被渣男渣到的经历，姐妹们一起帮你骂，愿天下的渣男开车熄火，买煎饼没带过，想解手找不到厕所。我是81线女人柔仔，下期见，拜拜。